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77面，777面，倒数第三行。佛慧十文第47，世尊，于设长城长行后啊，佛以寄送重生千亿，这是慈悲到了基础。唯恐我们印象不够深刻，所以说了之后啊，再用寄送重述，希望加深印象。这是本经最后的教诲。于中佛标明是非，贤非贤士，于贤士中赞叹三四，这是特别为我们说明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错误的，让我们有能力把错误的放下，把正确的要提起，那么在贤士当中赞叹三桩事情。第一个，信往生，一定要相信。为什么你愿发不起来，你佛念不下去，你对这个有怀疑，你不相信，那不相信极乐世界，你就相信六道生死轮回，你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。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就是大乘教里面84000法门也不容易帮助你一生呢超越轮回。不超越轮回苦啊，可怜啊，这真的没法子。又何况劫难就在现前，人活在这个世界活得实在太辛苦了。我们回忆30年前，比我们现在的社会安定祥和，再30年前更好。那是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，如果再回到30年前呢，社会更幸福更祥和。虽然中国这个社会军阀割据，战争没有停过，那个时候战争面都比较小，受战争祸害的人不是很多，大多数人都很能安居乐业。这就说是一世不如一世，中国人讲30年是一世，30年三十比，30年的比较啊，越来越辛苦啊，越来越可怜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真不容易遇到这个方法，那不相信就完了，这一生就空过了。第二个呢，要信佛之难思，佛的智慧不可思议。其实佛的智慧你有，
你的智慧也不可思议啊！但是你今天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你虽有智慧，虽有德能，虽有相好，全部不能够现前，你得不到受用啊！佛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能够把这三样东西放下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圆满了。说的真容易啊！啊，可是你就是放不下啊，那放不下，轮回就搞定了啊。第三个要心，念佛得度，要相信用念佛这个方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得度了。啊，这是这一品经里面显示说这三桩事情啊。现在我们看经文，尔时世尊而说颂曰：若不往昔修福慧，于此正法不能闻。一曾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行此事。卧教懈怠及邪见，难信如来微妙法。譬如盲人横出岸，不能开导与他路。这是第一段，有四首，证明本品之品名福慧是文。一切经中当有众生执著善本，一曾供养无量诸佛，有比如来加威故啊，加威列故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呢，摄取受持，其中培诸善本，即是往昔修福慧。若非殊慧，则于此正法不得闻矣。我们先看这一段。这一段是告诉我们，真的是佛法难闻啊！我们实实在在讲，业障深重，卧是卧业，骄是骄傲，懈怠邪见，所以虽然遇到了，得不到受用。我们非常幸运看到一个好例子，刘素云居士啊，听到佛法深年的修行，居然有那么大的成就啊，确实小乘经上所说的阿罗汉的境界，所作一半，不受后有啊，所做的事情就是念佛了生死的事情，他已经办妥了，不，绝对不再搞六道轮回了。十年呢，我们接触佛法不止十年，到今天还是懵懵懂懂啊！谁敢说我生死一半啊？什么原因呢？
你要说，若不往昔修福慧啊，这要不是啊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福修慧，你就没有缘分遇到正法。我们今天遇到正法了，纯正大法，说明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有修福慧。那闻道怎么样呢？我们的善根不足，福德不足，啊，因缘也不足，但是因缘是自己创造的。真能放得下的时候，因缘就足了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万缘放下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啊，黄忠昌居士跟我们表演，两年十个月就完成了。啊，他闭关之前告诉我，他做实验。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啊，果然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啊，所以最怕的是我们把光阴错过了。啊，我们过去生中福慧也白修了。啊，福不是桩好事情。你看一些成就的人都是没有福报。为什么？他在老实。福报大了，地位高了，财富多了。不是福。那是世俗之间的痴福。不是真智慧。啊，真智慧啊，真的要了生死出三界。啊，自己的问题解决了，还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，那就是度化众生。啊，这就是经里面所说的前面的经文，当由众生执诸善本。啊，诸善本，一切善的根本叫三善根呢。现在我们加了两个字，五善根。啊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不慢。五种善根呐，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从这个地方生的。啊，不怀疑。为什么不怀疑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怀疑它干什么？般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那我们就不必怀疑。啊，善不要怀疑，恶不要怀疑，为什么？全是一场空啊！啊，个人起心动念，个人言语造作，它有因果在管住。啊，因果这个道理，完全就是自作自受，你自己做，它照感的了。这个理跟事要细说，说不尽呐！啊，为什么说不尽？佛告诉我们，
现在科学家给我们所证明，变法界、虚空界、万事万物跟我们是一体。我们起心动念，不管是善念、恶念，不管是有意无意，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这一个念头传遍虚空法界，还原观上讲的周边法界啊，周边法界起不起作用？起，起什么作用？畜生无尽，啊，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，确确实实就是像一个荧幕上播放的电影节目，很像啊，每一张片子那就叫一念，这个一念是不动的，所以没有两张底片是相同的啊，电影用的是幻灯片，没有两张是相同的，念念都是独立的，所以佛告诉我们真相叫什么呢？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，就说这个事实真相。啊，事实真相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了，你的心态就恢复正常。啊，正常的心态是什么呢？是随缘妙用。啊，还原观上讲的四德，第一个。啊，随缘妙用，也就是普贤菩萨的两愿，十愿里的两条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妙用。啊，功德是什么？随喜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妙啊！啊，我们今天随喜动心呢，动念头啊，这就不妙了。为什么都生烦恼？生烦恼就起心动念，就造业呀。烦恼才动啊，还原观上讲畜生无尽啊。如果这个烦恼应对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身上某个部分就有病态的细菌发生啊，细胞带病态发生。应对在我们生活环境上，这环境就有灾变啊，就产生灭亡。要晓得变化是刹那刹那变化，说刹那还太长啊，我们用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1600兆个念头，念念在起变化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一秒钟变化多少次？变化1600兆啊，还可以反映在他方世界啊，像我们念佛专门念佛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我们这个念佛让什么地方起变化呢？让极乐世界起变化，我要庄严佛净土啊，我们在这念佛，极乐世界起变化啊，真管用啊！我们自己一定要相信，佛说的话是真的，所以前面
念老给我们交代的，一定要相信。啊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不是一尊两尊呐、啊，这个跟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一样啊。你遇到大乘经典，你欢喜接受，不惊不怖，那就是一层供养无量诸佛。啊，我们念佛，佛也念我们。啊，佛也加持我们。啊，所以我们得设法无量诸佛如来加持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才能遇到如是广大法门，这就是知这不净啊。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多次宣讲啊，这就不可思议。世尊一生讲经，从不讲第二遍啊，唯独这一部经是多次宣讲的。究竟讲多少次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传到中国来的梵文原本有12次之多啊，在中国。从汉朝到宋朝800年间啊，后汉到北宋800年间，曾经有12次的翻译。很可惜这些译本有7种失传了，现在只留下5种。从5种里面去看，至少传到中国来这个原本是3种不同的本子。那换一句话就是佛讲过3次。啊，7种没看到啊，我们只可以说3种以上绝对是多于3种。啊，3种就是讲3遍。佛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只有这个法门能度一切众生。啊，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地狱众生。没有不能度的，只要你能够遇到。啊，有人跟我们讲解，有人给我们注解，我们能看得懂，能体会得到，能讲得清楚，能讲得明白。啊，这就是有教了。啊，有教的地方，这就有正法，常住在此地。啊，正法常住最贵的，就是要有人，真正有人听，有人能听懂，能够依教修行。啊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。六道是假的，设法界也是假的。这个里面只有苦，没有乐。所谓的乐，只是苦暂停而已。佛在经上举的例子很好啊。啊，每一个众生与生俱来的一个大病，这病是恶病。你看一餐饭不吃就饿了，
我这就苦啊。啊，一天不吃饭就更苦了。啊，一般人七天不吃饭就死了。这是与生俱来都有的，那么饮食是什么？饮食就治病的，啊，对治恶的病啊。饮食就好服药啊，一天三次，有的不够还加点心，啊，治恶病的，你不知道恶是病吗？这个病不能解决，治不好，你说这个人有什么乐趣？啊，佛不给我们分析，我们疏忽了，没想到这个事情。啊，听到佛讲，细细想想是有道理啊。啊，极乐世界不需要吃饭了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欲界天、四王忉利天跟人间差不多，夜魔以上对于七情五欲越来越淡薄了。啊，到色界天就没有了，色界天人不需要吃饭，也不需要睡觉，啊，他不会昏沉，他不会疲倦，啊，不需要饮食，身体健康，寿命很长，啊，他靠什么？佛经上给我们讲，禅悦为食。越是喜悦，啊，这喜悦从哪里来？从禅定当中来的。禅定不是死的，禅定里头有境界。禅定里头有智慧，定慧等持，这叫禅定。如果有定没有慧，佛家称为是外道。啊，佛门讲这个戒定慧三学，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。啊，念佛是修禅定啊。大集经上佛说得很清楚，持名念佛是无上深妙禅啊。啊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对。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不一定要盘腿面壁。啊，这个定，这种修法活活泼泼，啊，不妨碍你工作。对于工作繁忙的人。是最好的修行方法。啊，身体在工作，身体是机器，必须要动，不动它就生锈了，就坏了，所以身体要运动，但是心要清净。
啊，心里头有念头，心就坏了。心里没有念头，真心；有念头是妄心。啊，所以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要懂得摄取受持。啊，我要认真去学习，不能把它放过啊！啊，受是接受啊，持是保持。啊，在一切法当中，我就选择这个法。这就选择正确了。其中，执著善本，皆是往昔修佛慧也。啊，这是前面经上说的。若非速修，在于此正法不得为。再给我们重复一遍。啊，不是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累积的修学的功德。你对于这部经就不能听。为什么呢？不欢喜。你听了会觉得讨厌，不喜欢这部经，跟这个经没有缘，跟这个法门没有缘。那么反过来看，我们能跟这个经有缘，能生欢喜心，就说明你过去的善根非常深厚，现前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。啊，那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弃入？这是烦恼习气太重了。我们听懂了没真做，听懂了要真做，哎，他就入境界。我知道，像刘素云这样的人有很多个，啊，但是都没见面。有消息传到我这儿来，啊，这些人都是差不多将近十年，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一层供养诸如来，就是前面所说的一层供养无量诸佛。前面在长行说，这是用偈颂，再重复说一遍。如是之人，广种善根。佛因如来威力加辟，故怎能欢喜心此事啊？啊，所以这种欢喜是什么？性善根发现，佛力加持。啊，生欢喜啊，生欢喜就会真干呐、啊，啊，他就会有行动啊。如《金刚经》曰：“如来灭后。”后五百岁啊，这就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。在世法里头，我们讲命运，世间人五年一转运，这一生当中有最好的五年，也有最差的五年。啊，世尊说
500年一转印，啊，500年，2500年之后就是讲现在呀，在这个时代，还有持戒修福。啊，还喜欢做这个事情的，是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食。当知世人不于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种善根，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。这《金刚经》说的话。啊，那我们过去语言是不是这个？不是，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，他能持戒修福，这个我们有。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我们还差一截。啊，这个我们还没做到。啊，不能说没有善根，这善根还是不足。啊，不能生起欢喜心。啊，这些经文，多读，长读。再用它来关照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，自己一定会很庆幸过去生中有修，也会生惭愧心，我修得不够啊，不足的地方可以补出来，只要我们这一生当中勇猛精进，就能把它补足。啊，需要多少时间来补足呢？那看个人的勤惰。如果很勤奋，很快就补足了。如果懒惰一点呢，那就得比较长一点时间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个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真心不是善心，念一句佛号，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，这不是假的，佛不骗人，佛句句都是实话。我们今天念佛，念10000声佛号，消不了一个罪，人家1声佛号消80亿劫生死重罪，那是怎么念的？印光大师讲的沉浸心，你的心万分沉浸，就能消万分罪业；一分沉浸能消一分罪业；10分沉浸能消10分罪业，就这么道理。啊，我们没有沉浸心啊，所以这个佛号念得不行啊，你看念佛妄念夹杂在里头啊，妄念把我们念佛的功夫破坏了啊，不能说没有好处，好处不大，看不到其效果。
如果没有杂念，叫一心清净啊，之后菩提心嘛，平等慈悲，对，一句佛号里头有真诚清净平等慈悲，跟佛感应道交啊，这一念相应，一念佛了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了。啊，心是定的，心里头真有佛。啊，深深念念求生净土。啊，我们多数人不行，念佛是一回事情，这个世间非常留念啊，这世间什么事都要管，什么都不能放下，这样念佛跟阿弥陀佛结个缘啊，将来肯定会成就，但是不知道要过多少时候。啊，李老师在《无量寿经》每一注里头批的说：“啊，这一世不能往生，不免长劫轮回，他没法子避免。”啊，那再等长劫轮回之后，再遇到人生，再遇到佛法，可能你就能升起信心了，你就认为佛所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有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，就是佛会骗人吗？啊，骗人的人都是有企图，都是有目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出家了，他家庭环境不是不好，父亲是国王，他是大太子，继承王位的。那他能够舍弃掉，还会到外头骗人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灭度之后，这些弟子们将释迦牟尼佛教诲集结写成文字，流传给后世，那有骗人吗？啊，他这些菩萨弟子、声闻弟子。是不是干骗人的事情？他的目的何在？而且佛很清楚，知道这个法运慢慢会衰，佛法在世间会灭掉。啊，一万两千年之后，佛法在世间就没有了，寺庙没有了，佛像没有了，经典没有了。世界免不了尘诸坏空啊，所以他没有理由骗人。如果是无理，没有任何目的骗人，那就神经不正常。神经不正常，能说出这些道理出来吗？不可能。这是真正的好人，
真正慈悲，真正利益一切众生而没有自己的人，这种人要不相信，我们就没有福报了。遇到了好人要认识，不要错过。佛陀虽然不在世间，一教在世间。八万四千法门得到一门就能得度。三藏经典得到一部经典我们也能得度。何况得到这一步，最难遇到的，我们遇到了。我看我们前一代老师，现在到这样的年龄，也有几十年的阅历，老师在那个时代广度众生啊，我们有幸参与，跟老师在一起住过十年。老师确实清廉、清高、廉洁，一生生活简单，一件衣服穿二三十年，里面的衣服都补丁，都自己补的，袜子也是自己补的。这是老人往生之后，我们看到他这些东西才知道。原先没有人知道啊，因为他的衣服自己洗。没有人知道他过这种生活。他不是没有钱呢。他自己拿的薪水待遇就很不错啊。在台湾那是高级干部拿到的。生活应该过得非常好啊，钱全部拿去做慈善事业，学生这些信众供养也很多，随手就布施去了。自己做那么多事业，我们现在想，老师做那些事业是可以避免的。为什么？像老人院、幼儿院、菩提医院，这些社会事业很多人做，不需要分析。应该什么呢？最重要的，佛法没有人才呀，他儒释道全通啊。要是专心用来办学，那不得了啊。开个精修班教我们讲经，一个星期就上一堂课。一堂课三个小时，一个星期一次。当年我还有个朋友慧仁法师，我介绍他到台中来参加这个班，他参加一个月走了。我问他为什么，好是很好，课程太少了，一个星期再听一次。
啊，如果密集的学，那多好啊！啊，这是我们感到很遗憾的一桩事情。啊，每一个星期讲一篇古文。啊，讲一次经。我们学经教的也听经。佛讲。啊，专门学古文的。啊，专门学唐诗的。啊，讲一次是专门学诗的，跟老师学。学唐诗啊，虚心明句是学古文啊，我们几个都是学有专攻，但是他们上课我们就旁听什么都要转啊，老师如果转一门我相信在台中38年，培养30个学生不成问题啊！如果今天有30个，10个儒、10个道、10个佛，中国文化就复兴了啊！像这些事情。我们要在晚年才真正醒悟过来，这样做多好啊！啊，世间慈善事业让别人去做去，一心教学。我们现在再找这样老师，找不到。啊，他是小时候真的有基础啊，我们没有受过这个教育。啊，我们接触的传统私塾教育，6、7岁的时候。也只有一年，以后就改了，改了短期学校，2年制的短期学校。啊，这个短期学校的课本，我见过。啊，没读过，见过。啊，林子会长这次送了我，好像是4册。啊，中国传统的这个小学课本，啊，小学初年级的课本，我翻了一翻，没错，就是那个时候的。比不上从前私塾教育，私塾教育是真的扎根，那个叫根深蒂固。啊，改制之后，相差就很远很远。啊，我们现在看起来非常的惋惜，感慨万千了。啊，要恢复非常困难。
啊，为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的信心丧失掉了。啊，中国古人说，人无信，不能立足于社会。啊，仁义礼智信，这五德，信是基础。啊，可以说，信是一切事出世间法。最原始的一个基点，如果没有信，一切法都不能建立。然后才知道这个问题多艰难。啊，这个信就恢复对我们民族的自信心。我们现在没有对自己民族完全不相信。都相信外国人啊，甚至于说外国的月亮是圆的，中国月亮不是圆的吧？啊，这些话早年我听过方老师的话所说的，听过胡秋原先生讲过。啊，我曾经到他家里去访问。啊，这些都是长我们一辈的人。啊，他告诉我们，现前年轻人最大的忧患就是对于传统文化没有自信心。没有自信心，有好老师也教不出来。啊，有信心还得要有沉浸，这样人才能够撑船。啊，多数人找不到，我们相信在台湾找个30-50个可以找到。啊，机会没有了，这个机会我们没办法了，就是李老师他们那一代人把这个机会错过了。啊，现在要找比那个时候不晓得难多少倍。啊，我们相信还是有的。啊，从事于这个工作，头一个就是能吃苦，不怕苦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啊，像孔子一样，孔子也是生活非常清苦啊，啊，一生真正读书教学，啊，孔子也是的。晚年回到老家才走这条路子啊，不像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一开悟就走这个路子，就走教学，教了一辈子，教49年啊。孔子周游列国，他想做周公啊，如果有个诸侯国聘请他做宰相，他会做出很好的政绩来，但是没有人用他啊，接见谈的都赞叹，都不肯用他啊。到68岁了，这再回去啊，办学。
啊，把自己一生所学的传给下一代。啊，他办学这五年呢，孔子73岁走的，68到73呢，他一生教学这五年呢，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了这个教育的功德大了。孔子能在中国成为万世师表，他做梦都想不到啊！他要早知道后人尊他万世师表，他就不周游列国了，浪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啊，那一生教学成就多少人呢？啊，所以这些圣人当中，还是释迦牟尼佛聪明。释迦牟尼佛做出这个典范，一丝毫弊病都没有。这李老师如果在台中38年，啊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天天教学。啊，工作可以不干了，你天天教学，你吃东西穿东西，学生会供养你啊，用不着去赚钱呢。啊，那在台中市教个38年还得了吗？那这现代的孔子出来了，不得了啊。啊，他有这个条件呢，有能力。啊，不像我们呢，我们真是如同贫贱之人，没有能力，没有这个底子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是教学相长，从哪里学的？一面教一面学，一面学一面教。啊，是从这个地方长成。啊，但是学的不专，啊，这个就是恒顺众生的，哪个地方勤，想讲什么经就给他讲什么，啊，所以也讲了好几十部啊。如果是一门，那还得了吗？这一门就相信难信之法，啊，为什么不相信？不知道净土教啊，博大精深呢，不知道，自己看看不懂，也没人教啊，所以几十年在大乘菩提道里头摸索啊，啊，总算找到光明啊，这都靠老师的恩德啊，在华严法华论言里面。认识了净土，啊，对老师感恩。老师当年苦心劝我，我没接受，我感到很惭愧。啊，如果老师当年教我的时候，我完全接受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那今天成就就不只是现在这样子啊，要提升好几倍啊，我们就有能力追得上他
啊，他老人家一生缘分没有我好，我的缘分在全世界，他的缘分就在台中。啊，每个人缘不一样啊。啊，我们也是将他老人家的法在全世界传播。啊，这个下面说，故知能闻，此最界圆顿，究竟方便之净土法门，闻而能欢喜信受者，已与无量佛所修福修慧，种诸善根呐！啊，那我们在这些年来，把这个缺陷补出来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对这部经，确确实实没有丝毫怀疑，能信能愿。过去生中供养无量千万佛所，我们没有供养这么多。啊，但是在这一生当中，几十年当中，锲而不舍，把这个补出来了。啊，善根是信解，我们今天能信能解，这是善根。福德呢，是我们真干啊，我们真的把其他的都放下，一心一意专修这一门，这就是福德。有善根，有福德，慧在其中啊。啊，我们对这个法门充满了信心呢。凡之，再从反面来讲，一切污浊骄慢懈怠，皆具邪见之人，不能行此法门。啊，那么这些我们要好好问问自己有没有，这不是障碍呀？障碍要不能够破除，极乐世界就没一分啊！纵然念佛，刚才我说过，念得不得了，为什么？有杂念掺杂，甚至还有恶念掺杂，把你的念功啊破坏了啊！恶是恶念，恶言，恶的行为啊，恶是什么呢？佛法的标准是十恶啊，杀盗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贪嗔痴啊，我们心里都有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很严重，这是我们念佛最大的障碍啊，必须要把它放下了啊。此地讲的浊，浊是混浊，用我们现在话讲，这是迷惑，没智慧。它的反面是清，清净心。我们这个浊是什么？染污的心。被什么染污了？自私自利染污了，名闻利养染污了，五欲六尘染污了，这个事情麻烦。
啊，这些东西要不放下，要不觉悟的话，不认真把它放下，我们这一生的机会就错过了，那叫真可惜。到哪里去学这个法门呢？啊，骄慢就是功高我慢。啊，这孔子讲的很好，我们要记住。孔子说：“假设这个人有周公之才之美。”周公是孔子心目当中最崇拜的一个圣人，啊，他是假如一个人，他的才华、他的德行、他的学问，像周公一样，可是怎么样？他傲慢，啊，时骄且吝。一个傲慢，一个吝啬。他说他有这两样啊，其余在不足观矣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其他就不必说了。我们如果说这人有道德，有学问，啊，大善之识，看看他有傲慢。啊，他还有吝啬，吝啬有吝财，有吝法，那夫子底下的一句话了，其余则不足观矣。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，借居邪见之人，现在这个邪见很普遍啊，正知正见没有了，那见解就不正知啊，啊，不相信传统文化。认为什么呢？认为这个东西过时了。中国文化总是两三千年以前的，现在的社会能用得上吗？我们能走回头路吗？啊，社会是永远往前进的，我们能走回头？那不叫开倒车啊。那过去呢？过去已经落伍了，都不要了。要什么？要最先进的、科学的。这个事就大麻烦了。你今天搞传统的，反对的人不知道有多少。啊，你今天要搞科学的，赞成人可太多了，没反对你的。啊，如果不是现前科学出了事情，谁相信传统？啊，传统给你讲五伦，啊，孝亲尊师，今天人家马上就提出，为什么要孝亲？为什么要尊师？他有他一套说辞啊，你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。啊，这两个字不相信了。
中国五千年来所建筑的文化就彻底摧毁了。孝亲真寺好像一个建筑物，它是地基，它是基础，基础毁掉了，完全就没有了。这才是真正严重问题。这个问题起来有字，不是没有原因。为什么呢？从小不教了吗？老师跟家长没有默契了，不合作了。现在的学校商业化了，学电影。我交了学费来教你，你是卖地方，我是买地方，我为什么要尊重你？你把知识卖给我，我接受过来就可以了，我们当中没关系。跟父母，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。在旧金山的时候，曾经发生一桩事情，是我们中国人小孩离家出走，家长先警局去报警，警察问那小孩多大了，18岁了，他就告诉家长，18岁了，你管他干什么？16岁就成年了，美国是16岁成出家走出，他有他的权利，讲求尊重人权，你不能干涉他。所以在美国没有父子关系。如果儿女跟父母是个朋友啊，那就算是很不错的了。他不懂得这个父母关系，他不懂。而父母对他也就像对朋友一样看待。这是不懂啊，不会教啊。那社会普遍都是这样的。你一家教，他到别人家一看，不是这样的。中国人教化这个教儿女，儿女小的时候，骂他几句，打他几下。邻居在那看到了就报警，这家大人虐待儿童，父母要去上课，这是美国教育。五人在美国只有一人朋友，其他都没有，五人变成一人，我们亲眼所看见的。今天这个灾难怎么救法？灾难从哪来的？五伦毁掉了，五常毁掉了，仁义礼智信没有了，最后这个信都没有了。现在人欺骗人，四维没有了，礼义廉耻没有了，无耻啊！孝悌忠信仁爱和平没有了。中国千万年来老祖宗流传下的东西，民国初年还有。我这么大的年龄，小时候从农村里面常常听说父母讲，老师讲，大人都讲。也可能我们家乡比较特殊，桐城派的
基地啊，庐江、舒城、桐城这三个县，文风非常盛，在明清两代啊，农村里面小孩都读书啊，每一家祠堂都是私塾啊，所以对传统文化都很认真学习，做不做是另外一桩事情，真有人教啊。我可惜年岁太小了，只小了一年啊，所以今天想到这个事情，痛心呐，真难呐！啊，佛慈悲也，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，说先人无知，不舍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。啊，对于我们现在这一代人，不要去责备他，不要怪他。为什么？他的父母不知道，没教过他，他老师也不知道，他的祖父母也不知道，他的曾祖父母也不知道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，清朝末年的一百年疏忽。疏忽了一百年就不重视了，完全丢失了也是一百年。满清亡国之后啊，这一半年轻的学人从上外国，都到外国去留学，回来之后主张要把中国重新改造啊，旧的东西全盘不要，提倡全盘西化。啊，那么这一百年国报就现前了啊，夜莺国报丝毫不爽啊，啊，现在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，连科学家都束手无策，啊，而在现近代，有很少数的物理学家，他们转变方向，去研究心理。啊，这两三百年，通通研究物理。啊，自从普朗克这用了一生的心血他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，把物质现象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原来物质现象的基础是意念，就是念头，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，物质从意念产生的啊，这个话跟佛经上讲的一样，佛在经上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意念就是心想，所以物质现象是从心想产生，没有心想就没有物质。所以现在一批最新的这些科学家转个目标研究心理，就是研究意念，虽然时间不长，只有二三十年，成绩相当可观，发现意念的能量
比什么都大。啊，报告里甚至于说，我们这个意念是能够集中，能够专想一桩事情时，可以改变星球在太空里的轨道，有这么大的能量。啊，佛说过，佛说智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那包不包括让星球改变轨道呢？当然包括的，无事不办嘛。要是办不到的，佛应当说的，哎，除了这个星球在太空运行，应该这样说。佛没有这个说法，没有这个说法，那换句话说，这个能量可以操纵宇宙。啊，这些科学家趁他们的研究叫前卫，最新的前卫科学。啊，还没有到成熟阶段，这是前卫。啊，先锋。啊，那我们相信，再有二三十年，它就变成科学里头的主要的项目了。啊，真的能改变社会啊，能改变地球啊。啊，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将来这些人都是大乘佛法的重要学习的这些人。那佛告诉我们，必须要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。为什么？你才能见性，你才能知道意念那个能量有多大。没有见性不行的，没有见性还是有限制。一天见性，那他们就成佛了。啊，方老师看佛经，认为是世界上这些的最高峰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物理学家提出这些报告，我们认为佛经将来是最高的科学。啊，它不是宗教，他真能解决问题，他能够解释宗教。啊，宗教里面的造物主，宗教里面讲的真神，佛法能解释。真神造物主是谁呢？自信。一切万事万物确实从他而来的。啊，科学将来可以证明。啊，科学在今天已经被他们发现阿赖耶了，阿赖耶的三细相。啊，都知道了。名词跟佛经上名词不一样。啊，阿赖耶的业相，科学家称它为能量。啊，阿赖耶的见分，科学家称它是信息。阿赖耶的境界相，科学家称它为物质。是一桩事情啊。
啊，第六意识，我们用思维，用想象。最深度的就到这个地方。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被你看到了。啊，在宏观宇宙里面，你能够观察到太空的边缘，宇宙的边缘。啊，对于这个报告跟佛经上也相应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啊，就现代这些技术能够看到宇宙，就实际上只能够观测到宇宙的10%，还有90%不见了。这个话我们一听就懂了。那90%不见了，到哪去了？回归常寂光了。因为常寂光里面没有现象，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通通都没有，所以你找不到它。啊，也就是。成佛了，成佛就没有了。啊，等觉菩萨有，妙觉就没有了，妙觉就回常寂光了。回常寂光是什么境界？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精神，跟整个宇宙融成一体，是这样的状态。啊，我在哪里呢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你要问诸佛，诸佛在哪里？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啊，跟他有缘，啊，你有感，他现身给你。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这楞严经上说。啊，你以为他？阿弥陀佛来了，从极乐世界来的，不是的，当初就在现前。啊，随处灭尽，实际上不生不灭。啊，我们有感，它就有应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它就现什么身，非常自在呀。啊，不是他的意思现身的，是我们的意思。我们想见什么佛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我们希望他能教给我什么，他就给我们说什么法。啊，要知道，他现身说法，没起心，没动念，他才有这个能力啊，起心动念就没这个能力了。起心动念是妄心的，妄心出不了十法界。啊，贪嗔痴慢疑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这个总得要相信才行啊，不信不行啊。那你真放下就真有真起作用，那就在你面前。啊，所以前面这一句，我们自己要深深反省：一切我着、骄慢、懈怠、邪见啊，这几样，只要有一样，对我们修学这个法门就产生障碍。
啊，怎么喜欢修也不行，也修不成功。啊，这些障碍必须彻底把它破除，真的把它放下。我们才能够相信这个法门，我们对这个法门才欢喜啊，一心一意认真修学啊。如果还有这些毛病，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能成就。下头有个比喻，譬如盲人常居明暗之处，自不识途，不认识道路啊，怎么能够引导他人于正路？啊，所以这一句话，我们决定不能够把它疏忽，要认真检点反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。唯诚于佛之善根，救世之心方能修啊。闻已受持及书写，读诵赞言并供养，如是一心求净方，决定往生极乐国。假使大火满三千，成佛未得心能酬。这个四句偈是这个八句偈，持言行超得度。真的能受持，能够把它做到，言是做到啊，才能够行超得度。我们看念老主席，唯诚于无量佛所，广值众山之人，方能修此普救一切世间之心，所谓救世之心者。这话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，这是佛菩萨，这是大圣大贤啊！这些大圣大贤曾经于无量佛所广植众善之人，现在人不相信。现在人的观念认为什么？人的寿命就是一生的，人死如灯灭，死了一切就完了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在这个世界可以无所不为，没有因果。提倡什么呢？弱肉强食，谁强啊？那就是胜者，谁弱那就是被欺负者或者被杀害
吃你。这是什么心理？这不是人的心理，也是我。饿了的时候，随便抓个小动物来吃。人性没有了，可怕在这里。啊，我比你强，你就应该被我欺负。你就应该被我奴役啊！你不听从，我就把你杀掉。不相信因果啊！不相信宗教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科学。科学家不相信宗教，连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不敢碰宗教啊，我把他找出来了啊，他现在相信了。我说你实现这些玩意佛经上全有，比你讲的还清楚。啊，任何物质现象，讲矿物，水是矿物，都有见闻觉知，都有色身香味。啊，见闻觉知被你探索出来了，可是色身香味，你才只感到色。香你没有闻到，声没听到，味你没尝到，它还有色身香味。我说你还得继续努力。啊，你认为佛教是宗教是迷信，不碰它，你应当把佛经好好去研究研究，它是不是迷信啊，不能人云亦云呐、啊，那我们得上当了啊！多少人上当啊？有机缘遇到佛法，就是因为这个错误观念不接触啊，它是宗教，它是迷信。啊，这些典籍翻都不翻一下，不知道这个东西里的奥妙啊！这个奥妙是方先生生病住在峨眉山，被他发现了，他告诉我。佛经的哲学在经典里头，不在寺庙。我相信，可能方老师住在寺庙的时候，拿着佛经向大家请教，说不出来，还没有他懂得多。所以很感叹的说：“不在寺庙，啊，在经典。”啊，告诉我要到经典里面去找哲学。这世界上最高的哲学，啊，那个时候我年轻，了解的太少。如果老师长寿现在还在世间，我可以跟他聊聊宇宙万有的本体。
啊，就是自性，就是常寂光。啊，这个大受用啊。真正是大圆满了，啊，所以要不是过去曾经与无量佛所广种善根的人，他才能够修这个法门，这个方式不救一切世间之心，救世之心，这可得了啊！啊，这就是一般宗教讲的救世主啊。现在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救世主。啊，如果2012玛雅灾难预言是真的，那么我们相信明年就会有很多人要求救世主了。啊，这个艰难科学不能解决，对他束手无策。我相信有一些科学家啊，现在已经改变方向的，朝着信息、心理这个方向走的这一群科学家，他们来带头来呼吁，我们要找救世主，要找救世之心，救世的方法了。啊，那么救世方法，像科学讲到究竟圆满，是在佛法里头，对于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它是平等的观察。它这三个都修，都搞清楚，都搞明白，不是像现在只搞一部分，三分之一，另外三分之二他不懂，那问题出来。啊，佛法是三方面通通悟到。啊，许多人错误观念，认为好像走回头路，落伍了。殊不知，这不是落伍。这是我们要求圆满的智慧呀！啊，科学是在求知识，它不是求智慧呀。你要更进一步啊，我们求智慧。有智慧，当然就有知识；有知识，未必有智慧。智慧能解决问题，智慧是圆的。科学是偏的，啊，圆满的智慧，啊，这个德国科学家普朗克提出的，啊，既然把物质现象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物质现象基础是意念，
那就从意念下手。啊，所以美国的布莱登，我看到他一部著作，我还没看完，最近有个同修送给我的《无量之王》，那里面讲什么？就是阿赖耶，这很难得。所以他救世之心，去年八月在悉尼几个科学家会议的时候，他提出来劝导现在在地球上的居民要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不但地球灾难可以化解，而且能够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。这是一个好消息，从来没有听说过的。啊，弃恶向善是向善啊，弃恶扬善的。什么叫恶？什么叫善？先要搞清楚。啊，佛教的标准是善业道，杀生是恶，杀人是极恶，最大的恶。啊，偷盗是恶，无论用什么手段夺取别人的财物，都是偷盗行为。啊，邪淫是恶，妄语是恶，两舌是恶，啊，两舌是挑拨是非，其余是恶，其余是花言巧语，都是叫你上当的，不怀好意的，啊，恶口是恶，恶口是说话粗鲁难听。啊，别人听了很难受。贪嗔痴是恶，这个恶要把它丢掉啊。扬善呢，善要发扬光大了，使恶反过来就是善。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。一直到不贪不嗔不痴，这是善，要把善发扬光大。啊，那么中国东西好，这是英国过去历史哲学家啊讲得好。啊，中国的东西是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如果能够推到全世界，这世界和谐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真正好的东西，确确实实，大乘佛法，中国传统文化，真能救世，它不是假的，所以这是救世之心呐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了。